要改的就是你要改成那个符合台湾的那个社会基础，这个一定要改。还有那个驾驶的配置啊，然后一些里面的反射，原本的是8/16，对，对，那12的话你就要重新改你的那个动力配置。对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差别是日本它的驾驶室是有选择，它没有，对啊，它没有设计的东西，对啊，然后。下一站桃园奥体站路口，下一站桃园 ，Next stop 桃园。它有一些设计是它是用完它有很多的部